直播把9月14日讯结束了国家队友谊赛，本周西甲又将开战。今天马卡报为我们盘点了梅西创造的那些西甲纪录，387个进球，317场胜场，45场连胜，在梅西众多的西甲纪录中，这也许是最重要的三个。在421场联赛中，梅西打进387球，是西甲进球纪录的保持者。而他还有很多机会将这一数据提高，而317场西甲胜场也让梅西成为西甲赢球场次最多的球员。同时在梅西出场的西甲比赛中，他曾创纪录的连续为巴萨赢得45场胜利、85次首开纪录、27场决定比赛进球、21场替补进球。在梅西另外的西甲纪录中，梅西为巴萨首开纪录85次，是西甲球员之最。在决定比赛的关键球上，梅西27次打进关键球，同样是西甲球员中最多的。而在巴萨巨星为数不多的替补场次中，梅西共在21场比赛中进球，也是西甲替补进球最多场的球员。